用脑如何提炼中脑油，是喺台湾重要嘅经济产业。中脑屯行人有过亲密关系，是有人讲行人前世嘅路线，是得讲如何台湾中脑可以产业历史。唔过睇中脑油本化学作为东西取代过后，认真用脑食材太辛苦、太硬门咧，已经冇万人肯继续做嘅。新中国民富兴村使用一间传统嘅脑料，打造拜六礼拜如韩国用脑喎。对阿爸树方接盘来的刘文军，继续用老法来做纯天然的中脑油。接下来看刘文言的故事。行业夜间，先做乡村都几件的传统脑料。秋皮的豆沾满香，诺料主人刘文军屯种树作都很狠，专心打树皮的豆的是磨砂磨煮好，一天磨砂准，给是为穿肉通。刨树皮也辛苦啊，加提你要刨个树皮，个树个笨落个当末作一作当狠，系啊，像个树笨个豆个刨个当多摆，系啊。那你唔会想讲啊？阿黄喺呢边唔会做啊？你哦，唔会啦，就一皮通天啊，黑蛋啦，系啊，一皮通天。刘文娟屯家妹乡下屯大河尾树皮嘅，一本机一本机种好，多多机喜欢，爱比天天嘅送到菜嘅度好，比真比菜。莫改变嘅流程，已经提一个老料度作为牺牲嘅呢。哦，忍住啦。送到一班刘文军韩伯多菜叶杜康艰难，也是暗难，每难都几几秒秒的进出款。哎，老来好，老了树皮啊，黑黑掉的，黑黑掉的啊，种黑多，哎，种黑难，黑杂。诺油是喺台湾最重要的其中一项经济产业，除了做在用来做服药，也是民间防虫治疗的最好药的。加上台湾有几多蔬菜，就可能多诺料。唔顾下后，将诺油化学制品来推嘅过后，用诺叶近来经贸发展，做无前菜又健身，强强就无人爱做诶。以前那边有两乡乡都等于小过嘅，也是弄下啲一件嘅咧。咁用诶，我乡村都唔得一件嘅咯。其实做唔下去，做唔出，有得辛苦咩？有得按辛苦是状态，哈，有得做无。无理论是干呢，是帮是有干呢嘞。乡人来无人敢做啊，挺辛苦的。嘛做沙包的，嘛做水奶的，很多，你无嘛敢做了。做做什么做安逸的两日？安逸两日，做嘛啊很难咯，买嘞，很多啊按辛苦买嘞。既然要跟着我，就有这个觉悟。刘文军平常时替竹科上班，礼拜六日那会替诺料做事。下班还走得看到二屯亚美加拉耶一屋十多年穷下穷诺。虽然唔系全职的玉农业者，我他家六千上爱地，刘文娟因为委托阿爸的业务接下来，坚持继续爱做下去咯。我家了东西要做研究了，老了病还老，要做研究四十两年呢，又上病态又大送啦，系啊，就加紧做啦，咩无做动多啦，就按做一滴做一滴咧，买半个较少的年啦。阿公爸爸买嘅呀吼。做铁子酸的吼，阿公买购买，其实不过你都人客当我想想的吼，因讲唔好啦，做下来啦，阿公吼，阿公，所以阿是就阿像每日爱做么，阿辛苦爱做么，其实讲好。当买几钱吼，迄啪啪个就会有。叫做脑油，一带下吼，一田吼，加少水，无强用，加两层无强用。树皮的整呢七八点钟，
大概抢救的出1%的诺油是采取做不上条路。1000斤哦，差不多10斤，差不多10斤。啊，看树的啦，咩唔甜？啊，看树的，有的树的较多油，有的树的较少油，咩唔甜？按平均下来吼，就差不多10斤，差不多10斤、12斤，差不多。啊，看树的，哎呀，厉害，就1%的，差不多。亚哈斯面方发好自然诺油在馒头本钱袋，此言杨雄都坚持要育出天然诺油的刘凤年。当当年他不能买啊吼，伊讲搿市场一罐1多钱，你俩1多钱？啊，我讲俺俩纯天然的，俺无加半行东西，一样还是无加。你爱买便宜呢，咪做得你去买便宜的好嘞。发好的较旺，较旺天然的较怕，吼。然后，发好咩出多怕毛强，还油，佮出到佮皮肤蛋白吼油油，还黏黏夹夹。啊，天然的吼就出多吼，会有水水啊，冻结就了皮肤吼，就了强下样，没油没黏黏夹夹样样嘢，还顺样样嘢。不过，面试对上述传统局内来讲，最严格的考验其实是切磨颜料种树。最困难的哦。还有树的来源，搿来源吼，你啊政府嘅按金德，安尼，你啊树的要怎么冷去种啦？哎，老师先，县政府去申请，让做下来，让做去种树的。无你啊树的，你啊即家树的咩种到咩即家种咩种唔得？小家青岛啊，是我佮有都有开发的，然后有种树的，迄山竹无品种叶啊吼，搿次诶，其实啊，不人们安尼讲，很爱莫伊。持续上述传统纯天然的菊诺事业，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要稳稳含起事故为主，要照顾家爸留下来的古董金诺料，要磨面也从地下用旧手机的刀做诺像。